我们现在冲了，我们冲了。Pizza 麦当。喂。年关将近，我们高雄市警方加强安居缉毒。我们查获的时间是在112年1月3号，查获的地点在高雄市林园区某两栋联动的透天处。我们查扣的证物有一级毒品海洛因4包、电子磅秤、吸食器以及注射的针筒、手机等。我们总共查获的嫌犯5名，吴姓药头、林姓嫌犯吴姓、刘姓、陈姓等5位使用毒品人口。我们案情是我们高雄市警察局刑警大队于11月间获报，在高雄市林园某透天处社区内，有一绰号叫肉圆的吴姓药头，利用住宅贩卖毒品据点，以致该社区常有毒品人口出入，影响社区的安宁。经我们警方便衣人员专案小组人员于2个多月的搜证，我们报请地方高雄地方检察署检察官指挥侦办。我们见时机成熟我们持法院搜索票搜索，在吴姓药头的住处附近埋伏，绰号骂人的为规避警方查缉，在每次毒品交易时会将那个遥控铁卷门仅开一小缝，让毒虫钻进去后随即关上在内交易。这个动作让警方查缉不易常常错失查缉的良机。分子以还给市民一个安全、安宁、安心之居家生活环境。市民如有发现可疑人士或闻到疑似毒品不明气味，请勇于向警察机关检举，以打击不法犯罪，共同维护社会治安。以上报告完毕。他们都利用多久？然后当时他那个门缝大概只有开了多少的高度？就描述一下那个过程。对，然后拿比较仔细一点的啊。他刚开始，我们因为经过长达2个多月的搜证，我们发现他们每次要去购买毒品的嫌犯，他开仅开一个门缝，让人家几乎用趴的进去。后来渐渐提高一些门缝，几乎一定要弯下腰钻进去的方式。好几次我们也想利用他们购毒的机会上前去逮捕去弃货，但是因为他马上又关上门了，所以我们就错失了很多良机。但是我们一直在还是持续的搜证埋伏于112年1月3号前往再去埋伏，见
当时看见机不可失哦哦，开一个门缝，我们就赶快用由我本人带队哦，就往里面钻进去，马上逮捕那个购毒的那个嫌犯。因为惊觉，那个药头已经有听到我们警方查气的声音，他赶往那个二楼阳台后阳台要跳下防火巷，要跳下之际，我将他拉上来，但是他的毒品哦，海洛因哦，两包就已经丢到那个防火巷里面了。是。那个买毒的那个嫌犯，他是透过电话联络，还是他们也有装监视器？不然他怎么知道要开？他们都透过网络社群或者说电话联络，他门口是没有装监视器。所以他会等判你还是等你？他们到了都当场会联络，或是约定时间，因为某他的透天哦两个联动透天的。那个车辆没办法进入，他只能机车跟行人穿越，利用这个特性跟特点，警方不易埋伏的方式，哦，做一些毒品交易。